在中国不存在所谓脱北者一说，因经济原因通过非法入境的方式来华的人员不是难民。对于这些人，中方一贯坚持根据国内法、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立场进行处理，希望有关方不要将这个问题政治化，给中方处理有关问题制造障碍。